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最近支付宝有很多红包活动，可是有一种红包我相信很多人没见过。大家看这张图片，这是我今天刚刚领到的红包，比你那些扫二维码红包要大得多呢。这个叫做 AR 红包，具体这个红包怎么操作怎么领呢，我今天就来告诉大家，让你每天都能领到这个 AR 红包，而且数目可不小哦。我们首先打开支付宝，要在扫一扫中点击，看到没有，右下角有个棱角形的东西，有这个东西怎么用呢？好，它要借助一张图片，看一下这张图片，你只要拿这个棱角的中间在另一台手机扫这张图片，就会跳出两个小人，跳出两个小人，然后他就发东西给你。我就是我的这个，我前面那个红包就是这两个小朋友发给我的，所以大家要是想领到这个红包的话，可以在我的对话框中回复可乐，我发这张图片给你，你就可以扫一扫这张图片领到红包了，而且是每天都领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，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别忘了关注我。